困在风中的人。中央气象台预计，从明天开始，新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冬日长安大雪，风寒火暖，泥炉烹茶，待温胸久不至。温兄，你到哪儿了？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。你在哪儿崩溃呢？就在你家院子里。你上来呀！风雪太大，看不清路啊！我下去接他。我家院子该南极了，温兄。啊，温兄，你在这儿。不用道歉，我知道你把我错认成了这些兵人。这几个鬼东西是哪来的？真是太丑了！这三个站着的像是我大唐边军，那个跪着的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小伯绿人，可小伯绿国不是祭了吗？我知道他们是谁了。天宝初年，玄宗在位，那时西域诸国进贡了不少宝物到长安，唯独没有玄宗喜欢的五色玉。朝廷派人责问，诸国使臣哭诉道，五色玉一直在进贡，只是都被小伯绿国劫走了。玄宗气得脸都绿了，决定出兵踏平小伯绿。此事满朝文武大多反对，只有奸相李林甫一力跪舔，并推荐武将王天运作为征讨主帅。数月后，王天运带着四万唐军杀到小伯绿城下，小伯绿王直接吓尿，立即表示归还宝玉，以息天君之怒。王天运没给他这个机会，唐军屠城三日，带走了3000俘虏和无数财宝，小伯绿国从此消失在历史中。这些事儿我都听过，跟这几个冰棍有什么关系？温兄有所不知，王天运班师回朝时，俘虏中有个术士告诉他，将军滥杀无辜，触怒上天，恐怕大风雪将至。果然，当大部队走到数百里时，忽天降暴雪，那雪花大如鸟翼，湖泊中的水都被风卷起来冻成了冰柱，王天运的所有人马也在此刻瞬间冻死，只有一胡一汉两个人侥幸逃回长安。玄宗闻之大惊，派人去那湖边查验，果见冰柱真容如山，冻死的人马或站或坐，恍如生人。未多时，又狂风四起，冰尸随风而逝。这么说，这些冰人就是当时。可如果那暴风雪是唐军的报应，为何那3000小伯绿俘虏也一并遭殃呢？可能并没有什么报应，天地不仁，他们只是遇到了奇寒的风雪，从此被困在风中，四处漂泊，直到永远。